我覺得最緊要觀眾中意嘅，其實即係我哋做演員嘅，時常都會碰到好多唔同嘅舊朋友或者新相識咁，但係其實都唔重要嘅，最重要就係觀眾中意，呢個係我最希望嘅一點。Lifewood Style，Lifewood 你嘅生活角度，我係張智霖。ICAC 查嘅一单海关涉嫌收黑钱案，放一啲去指定嘅车辆过关，唔使做检查。啲黑钱无论喺边犯罪，经我哋清洗完，点查都系干净。其实上一集我以为自己系已经死咗噶啦，因为喺临尾嘅时候亦都中咗枪啦。咁啊，今次好多谢观众嘅爱戴，咁啊令到我就复活啦。咁就亦都做翻刘宝强呢个角色啦。咁但系因为亦都系再做翻呢个角色，而又有一个复活嘅机制啦，咁所以令到自己都觉得啊，系咪应该有啲唔同嘅咧？咁所以亦都喺外形上同之前嗰集有啲唔一样。是啊，其實真係大家都識咗好多年，亦都係喺90年代入行，咁啊都老曬啦，咁大家都係啊，咁啊難得觀眾都仲中意，咁就好難得嘅一回事。我覺得最緊要觀眾中意嘅，其實即係我哋做演員嘅，時常都會碰到好多唔同嘅。舊朋友或者新相識咁，但係其實都唔重要嘅，最重要就係觀眾中意，呢個係我最希望嘅一點。我知唔知而家出面好危險㗎？黑白兩道都掛緊你，你究竟搞緊咩？幫我出個人先。咩廉署舉報啊？我真係乜都唔知㗎，你信我啦！你下下都喺殺人犯咁盯住佢，有必要？我哋为香港嘅法治守命，系好讨厌嘅。